那初当名人，七八个人是，初当名人多么有名的七八个人是，多么有名的七八个人，初名人七八个人，咱们吧，习惯说说，别呢，这当呢，多么麻烦的，我说的，他晓得。네쳐다가와지이야도바랑미니바르좀데제시마냐바에데이르마제시도도바사제산가와람메꾸이지추제꾸꾸르서뉴엔도바요미게바나초미게케바세다
Eu achei que o sol, ele teve na vida, só que eu não vou lá no Chebar, ele pode com o Chebar, já tinha o Chebar, mas resolveu o Chebar, mas não vai o Chebar, isso, deixa eu ver que é muito. 在上一堂课，我们提到了受持长进律仪、法官斋戒，有能够成为人天应供处的功德。这边就讲到了人的高下、优劣的差别何在，在于戒律的有无，而不在其他种性等的分别上。举一个例子来讲，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一个不具戒律的人，他好像是一个流浪狗一样，是居无定所的。另外呢，一个具足戒律的人则不像这个样子，他是非常殊胜的。怎么个殊胜呢？就是当他受戒以后，只要还没有破戒，在破戒之前，他的身份就尊贵的像是佛陀一样，成为人天大众所应当礼敬、所应当供养的对境，所以成为人天恭敬处。这个就是殊胜与低劣的差别，所以长进律仪的有无决定了这个人本身的身份，而不是从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而不是说他是什么样的出身背景、什么样的高贵种姓并不是用这样的去评价的。他到底结巴来的？他譬如我什么呢？他结巴来的，结巴，这个啥他们譬如呢？这路上呢，他说，他有人就是解释讲，西藏松巴山的，就当这路上他说那什么，他这龙的有啥来的？龙人的那什么？这路上他说叫他随便讲说。で、ちょっとな、そうそう、で、どう思ってるんですか、よる、どう考えてな、で、よ、なんかちょっと、ゲットリジンだな、とんた、パーセンで、せんめんは、せんめんは、そこらさ、ぐちえ、ジンで、ジェットだ、たんべ、ピヨン、ジョンウェイ、あら、とんべいだろら、で、で、よ、かさん、ゆるも、ちえ、ちゃんてら、甚至这些就没来了的呢，我这个屏幕别打完就来用头用嘛，也是，也那么等于说用多半地，你那地怎么干嘞？当不灵嘛，就说的把地他把这松心呢，影响屏幕了，可怎么就说是当不多半地那个刚都一起做了对吧？当人那个人啦，你即使是严重啦，你把别的东北人话就变了，叫那么东北人家的，叫什么的在这里，叫那么吃不着了，在这里呢，叫得了这里，不出力的吃的就弄就吃不着了这里，不忙不热的，在这我当地的，最早的就是包家上班的，叫那么。三十几个多万了，大家也不记录你这里，哪张就那么没了，那厂子规模也这么那么多啊，介绍一个，这是哪里一些地方就这里就是厂嘛，那地方叫我国的建设的，项目的，三十几个马车，但是哪里就不能就那么的，别那介绍的，要么不叫你下苦油的。我看你叫人买不活了，你买了是我买的嘛，真没了，那是我大牛没有的，什么几乎没了。你我看你啥东西买不活了，买什么几乎能也不得了，是吧？大概一样还是你上边在那有的，你东八西八的的原地制造了，这样还是你上边家来有的，在那当地，还好出国了。第八个功德利益是简便易行，在经典当中讲到说，长期诵经苦行等等其他的善事是需要专注力才能够承办的，
也就是当你在诵经的时候，必须要结合文意，还有词面意义，还有它的内涵啊，专注的持诵，才能够获得诵经的功德的。如此的诸般善事，都需要做到前善、中善跟后善，心专一致志的不涣散而修，才能够得到如是的功德利益。如此一来，其他的善法加持，你在从事的时候，并不能够专心致志，而是心思涣散的话，则不能够获得相应的效果。但是长进律仪斋戒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在一开始受戒之初，如果以信解心而受斋戒，受戒以后，哪怕是已经涣散了，但是只要你的戒律没有衰损，这个善法的功德本身就会不断的延续的，这个就是受戒所得到的简便易行的功德。譬如像前世受戒的力量，它会以习气牵引，会带到下世，让修行人他本身在到了下一世以后，也比较容易有倾向善法的习气。比方说上一世戒除肉食，奉行如素的戒律的话，这样子的人他转世以后，自然而然的会排斥肉食，自然的容易如素，这个就是他的习气从上一世延续到下一世，而让他下一世更容易屈入到善行当中。这样子的人他会因为过去生的熏修而比较趋近于善法。比方说前世修持菩提心的人，他来世以习气力的缘故，以菩提心的缘故，他比较不会有恐惧，不会恐慌，对人总是笑脸迎人，与人和睦相处，也比较容易感得他人对他和善，还有笑脸迎人的情况。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缺乏菩提心，总是我执非常强的话，以我执心的力量，他的习气呢，使他下一世也容易感得恐慌，感得他人感得一种紧绷的气氛。所以有些人在一生当中，他过得非常的不愉快，内心非常的忧苦，有很多心里面的问题。有些人呢，则是一生下来就非常的怡然自得，这些都跟过去的熏习有关系。所以假使一个人他能够以精进心，以信解性而受持斋戒，受持任何的戒律，其实都是这样子，戒律的功德它可以自然而然的使人趋向善法，所以他就成了能够简便易行的承办善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是第八个功德，简单易行。给多少钱呢？得给啥啥钱呢？是不是啊？娘了，送娘娘同爱的，人家他家长让那样，现在不，人家他就让那样的，出租都是让那样的，送过去的，别了，在这儿送娘娘同爱，我同样啥玩意送。那是。就算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修持，也是能够有他的利益的，因为时间短，他容易守住这个戒律。比方说，一个人他假使只能受持一个小时的斋戒，他也会有一个小时的功德利益，所以护持时间短，容易从一而终，他就成了受持斋戒简便易行的优点之一。多那大大大大了了的呢。差了了东西吧，给别人的打了点干吃的去吧，人没得我送的，放上什么的，放到上级没吃吧，就那样，放不得多，他那俺到这里来，差了东西吧，人家到干吃吧，没得我送，也是我的朋友送的。再来呢，就是说归纳而言，像我跟我这样的修行人来说，再也没有更简便易行的善行了。这个是作者阿旺彭佐他自己说的，他说像他这样子的人，对他来说最适应的法门，最容易修持的善行就是斋戒了。当然他本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德了，但是他还是自谦的说，像我这种人这种没有地道功德的修行者的话，最容易修持的善法就是斋戒。他懂得古巴的，古巴的等于，
他把上他们去一个广场，他们去用是，这个的，来往不是很多嘞，是来往不的，东方三杰兄弟的来训练，这里东方三杰兄弟送过来，刚送过来的呢，直接打到中南山，从这儿起步到完了。你那一拉接送啊，这个上街你的就上西藏，一样在这个路北忙不过去，他着急怎么送啊也送。再来第九个功德就是能够承办解脱跟一切自治果位的功德，在《地势请问经》里面有这样子讲，就是地势天王他向佛起白的一部经典里面提到了一个偈子说。初八及十五，神变之月中持守八斋戒，彼者将成佛。就是在初八日、十五日，还有神变月的时候，如果能够受持八关斋戒，这个修行者将来能够成就佛果。相关的教言跟教证是很多的，就这边简单提的话是这个样子的。那些东西给我唱什么？就是，他一把东西，东西一把，东西一把，那是说是平庸节吧？他东把是人的平庸节的要素，那个不平庸了，那个不平庸，他这个平庸你什么意思？这里啥出成绩的？别咋看了，啥就成就，也是成绩多，那个别咋他就是那个，等于平庸的，他说平庸，你有没有的？别咋咋，啥就成就的，确实满意吧？彻底确实的，确实他大概确实怎样？当时让社会有的，这上去了等于虽然有的，但是那个运气有没有的？别讲。平庸就把他丢没有了，别人就把现在掉了，自己吃了快些生活差，就是让那些啊，那么就慢慢了，那么就慢慢的，那么就做了这些慢慢十多年，别人到咱们这边啊，还是别生活价钱不差，你嘛就要把别人的那种慢慢差了，别再到咱们，所以那么有什么，怎么办呢？我们家那个上学时就接他们那头。对对对，啥时候吃不接他？那个穷穷的人呐，对吧？那个脱离的地方了，他做长期的光膀，你这个人在平庸尿大的了，但我也搞个平庸什么原因了？关于斋戒的功德利益方面，刚刚提到有三个主题，一个是总体的功德利益，再来是个别的功德利益，第三个是遣除相关的疑难。我们讲完了总体功德利益之后，要来谈的是个别功德利益。个别功德利益就是指八戒他所个别具足的暂时功德利益跟长远究竟的功德利益。那首先呢，暂时的功德利益方面，应该要认识到，凡是以菩提发心摄持的一切善根，都会具有暂时利益跟究竟功德利益两种的。那么一些不以菩提心做前提而造的善根，比方说为了今生的利益而行持的善，它能够造就一些福德，能够累积福德的，但是这些福德只能够带来暂时的利益，乃至于一次性成熟的果报而已，它并不是相续不断辗转增上的功德利益。比方说如果不是以菩提心摄持，它并没有用菩提心来作为前提所修的善根，以安忍来说的话，他可能在几世当中能够感得相好庄严，也就是如此而已。过了几世以后呢，这个安忍的福德也将会失去。就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的身形高大魁梧，或者是非常的庄严，这是过去福德力跟发愿力所致的。但是由于不具菩提心的缘故，他即使暂时今生有这样子的
相好庄严，或者是面容姣好的果报，但是将来这个来世是不会再重复获得如此的果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菩提心作为前提的，所以有没有具足菩提心，对于累积福德来说有广大差别。假使一个善根是以菩提心为前提而造的话，则能够在暂时获得人天善趣，长远而言可以获得解脱佛果的。내가배웠다고방사제에대아오늘배운제에요래서소주바방에체납당시를체능신내맘정화인스마지막리바방에체납도롱주부선초바톱제대량지인제노세미바라망도롱주바니로서마타와조바방에체납탐지족상이신하도원시바르로서저방에체납체납탐지에인제멀러셔라도책좀바르로서따뜻한매일하시네딱바로못걸었다고그러고딱못걸었다고그러고띠아한말하도봐주는못걸었다고그러고다쳐못걸었다고그러고다레이지소나깜짝가르쳐요오다다그래서야한번맨날지말해서전부다가도오유로고지말해서차도맨날다세상을지말해서눈참아내라서받아주오진짜로믿는사람들은뭐딱사람만가도말해눈이맞지다그마고오다는미니야고말해서허다는파쳐서다도다도도도도도양이내사그리고홀로다들이다세반이되는와중에홀로는홀로걸려좀리시기요니뭐잡고오내내제세바이시배상도주고선야야하는일찾아줘다파서손들그래서뭐잡고있다다들이망고요아주멍한아시불렁한거소소배때문에아까도같이자고산거예요근데요말에내오늘저터버리겠지그뭐대사내고참나서고용거리내밀가시로서도는지금파세거야토야요말이고세보리내고오호래에서잠깐롱래에서라고얘기하네좀비싼평이다요래지所以接下来要从暂时利益跟究竟利益来讲两种功德利益，分别从八个角度说明断除八种，八种过失而获得八种利益。首先，八关斋戒当中的第一个是不杀生，由于不杀生的缘故，所以感得健康无病长寿的果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逾矩，断除不逾矩，也是断除，偷盗，所以这样子，由于断除不逾矩的缘故，将来生生世世会感得荣华富贵，并且不会被别人给伤害，自己的财富受用能够自主掌握，不会被别人给侵害。第三个呢是断除非犯行，就是断除那个性行为相关的事情。那么如此一来，会感得容貌庄严、外相姣好的果报。再来呢，第四个是断除妄语。由于断除妄语，会能够在生生世世当中自己所讲的话都很有影响力，我们称它叫做言语敦肃的功德。有些人会说这一生好像都会被人家很容易被人家骗，实际上这一生容易被别人骗是由于过去世常常说妄语的缘故，没有断除妄语，过去世常常骗人，所以这个反作用力在今生常常被他人所欺骗。一个懂得业力的人就会晓得今生所受到的苦是由于过去已造的业所导致的，谁造成的呢？实际上是烦恼所造成的，而不是他人所加害于自己的。不管是由于嗔心或贪心而造下的妄语、两舌等的恶业，将来在果报成熟时都是成熟于自身的，所以并不需要责怪他人。如果不懂得这一点的话，我通常在受到恶报的时候，一个人就会认为说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他不好，所以呢就想要去对付别人，可能想要打人，想要对他做出不好的事情，
你越是这个样做，越是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因为你又去伤害了对方，不止没有清偿你过去的业债，而且还造了新的恶业，以所作等流果的缘故，将来这个恶性循环还会不断的在生生世世流转下去，所以一个真正懂得业力因果的人的话，他会晓得说，哦，这是我过去业力果报所致的，所以现在是在偿还欠他人的宿债，如此一来，那就了结了过去欠他人的亏欠之处。有很多弟子，他们有很多债务官司的问题，可能有应收的账款要去讨，然后必须要诉诸法律途径才能够解决。他们来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常常跟他们说，其实你不需要花这个钱去打官司的。如果说你过去有这个业力的话，有这个业能够拥有这些钱财，能够讨回这些钱财的话，你不需要打官司，它也是会来的。如果你没那个业的话，你再怎么样打官司，最后也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有些人在认清了自己所做的业啊，被别人侵占的这些事情，认清的是自己过去所做的业导致的果报以后，反倒后来获得了别人的就是偿清债务的这个结果，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什么搞的，背也不行的，背的什么干的，吃那么那些，些嘛他们吃的嘞，吃的肉啥什么，这吃的要么吃的不压着我嘞，这位这嘛他的这个的人，中中上着说呢，这南山的，这个就是在南，这大地上真是我说的，爬罗贝的，吃的是嘛有的，扎工就一直到娃子，吃的了还想说全部都是人呐。呀，没得人，我到底去讲了，他妈的是哪个？哦，查到了，这个从这当看，哦，看谁老人老的，都他这些吃的，这些这些，你看出来说的话，全部有，吃就不要了，我跟他们了，吃啦，从这没得，没生查不到的，吃到底了，吃的从这都不要了，这个就是拼命的人。哎，没去种就管了，地铁就不用了，不给地管了。哦，这么长地里到我老公们的矿产也我老不到，那他老公我擦，我没老子矿个那也我老不到，忙活不能多擦了我。平时就是的，就是的，平时这个他们就是的，上那么远路再打电话的，我们最怕就是上我长地老不到，那他们那么多。하던잡고그래가시도줄라고가래를채갈라고그래서하나줄라고성을배가라서말지줄은비용이있다기가고그래关于说恶说妄语这件事情，应当要好好的分析，因为妄语有两种，一种是有意的妄语，一个是无意的妄语。有意的妄语，它能够促进祥和，让本来分裂的双方能够言归就好，能够促进和睦，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比方说，大家晓得语言的力量是很强的，有时候人在和睦的时候说什么事情都是快快乐乐的，但是如果一不和睦的话，马上就会有粗言恶语就出来了，这个就是内心改变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会伤人的言语的。比方说有些人他们本来双方是非常和睦的，两个人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后来心境改变了，所以看到对方都是过失，说出来都是指责对方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如实的传达你所听到指责对方的话的话，那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只会火上加油一样。因为文字的力量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它是非常立即性可见效果的，因为它非常，它要伤人的时候是非常伤人的，就像是一颗石头丢到头上砸到头的时候，那个痛觉是马上就反映出来的。文字刺伤内心的效果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用粗言恶口去伤别人的话，那个锥心之痛可能是马上会导致冲突，马上会让双方不和的。藏人有一个俗谚说，文字无刀刃更能刺伤心，
意思就是说，文字它本身并不是武器，可是它能够伤人的心的力量呢，是比刀真正的刀剑更加强的。所以当双方不和的时候，你应该用一些善巧的妄语，比方说双方彼此有恶意，你就跟甲方说，哎，其实乙方他都说你如何如何好啊，他觉得他都在称赞你啊。这时候甲方听了可能都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跟他对立，好像我很站不住脚了，我很不好意思，他都还说我的优点了。然后你跟乙方也是讲说甲方如何如何的，说你的好，如此一来，双方就可能化解本来的仇隙，都可能就能够言归就好，就能够和睦了。有些人非常的顽固，说我不说谎，看到什么就要说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问题，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时候，就会让本来已经冲突、本来已经对立的双方更加的冲突跟对立，这样岂不是非常愚昧的事情吗？所以妄语不见得是坏事，一定要晓得它是在要权衡轻重的情况之下，有利的妄语也有不利的妄语，特别是在密宗里面也是这样子讲的，时机适当的时候应该要说有益的妄语，这是大家值得去做观察的。人人讲吃饭就蛮奇怪的，吃饭虽然是比较，还讲你把钱不就要的，地上的他，你那地方生活嘛的，那个叫不当的生活的，麻烦你完了呢，吃饭还讲啥不的？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讲八戒的戒条，不过稍微多提一下，在食不善业道当中，你应该要断除的还包括了两舌，因为两舌会带来纠纷，就是说离间语会导致对双方的嗔心，这也是要注意的。虽然它不是八戒，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的。这三年的批评也就不是两类的人，上戒的他们这边上戒多少个月的这边的人一个上帝到了那里，你说说的你就要吃了嘛，或者上帝的你要刚刚用的你要的到了我要的还想来插进我的去。两舌是非常严重的恶业，为什么呢？因为它跟菩提心跟慈悲心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有了说了离间语，说了会伤害他人的两舌的语言的话，实际上就已经违反了慈悲心了，那么你在过去生生世世慈悲所造下的这些善根也会被它给破坏掉，所以说离间语是非常严重的。等于强关被其他堂弟的真心第一节王博士阿巴堂其他普通中国人啰嗦这第一千多关被其他堂弟的研究都在古巴上马丁上去拥抱马王就啰嗦。接下来是八关斋戒当中要戒酒，如果戒酒的话，则未来生生世世都能够具足稳定的正念的功夫，自己的诸根都会健全，就是自己的感官都会健全，具足非常殊胜的智慧。再来是断除高广大床，如此一来，获得的果报是生生世世得到他人的恭敬跟侍奉服务。如果也能够得到非常舒适的坐垫，还有这个交通工具等等。今晚一个咖啡馆的，吃了汤鸡的，热汤不是不怕烫的，老的关系了。这趟春晚，所办的吃了汤鸡的，就是这些不，用完的老那些硬的关系了。再来是过午不食的功德，是生生世世都能够获得非常丰美的饮食，还有农作物能够五谷丰登。另外断除涂香还有花蔓等等这些化妆的或者是做装饰的行为，则在未来世生生世世能够感得身体散发出香气，并且行外向非常的庄严的果报。这趟春晚拉手把第一个人就叫这趟去了，这帮着平庸干一脚把人上了，这趟去了，这里做这个，这趟的基础，这里得了神了的，这得了是不帮忙，这里要紧，干脆忙了，这里来个这趟忙的要紧，
若松在在偏的药嘞，这里人啊出去在俺们家里在上面没空嘛，这老老都光着松偏不，看现在干的药嘞，这里没想干这牛呢，不过干这忙了，这里找不着药嘞，在上面这里牛毛偏，这里牛毛没来啥，这外地把吃了，这里哦，他就这就不是吃完了，赶紧就弄上了。别人家了啥去摸的呢？这两身体差不多的，先把俺这都有心，这在你这一家，这出去，你把有白天那个五万用了，都从出水里头到了多大地震的长沙松木有啥月份？五万用了也敢用，也敢用，恐怕有甚至都差不多的，这是真的真的。都从出水开始啊，一种，地多大了的？哦，这平常的就差不多到过过了。没，我等那刚得了这么说了，我那开始上面真的完全没人，再没人，他出不得，我把他，我把他吓过了，我真的被他吓过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非常疑惑，八关斋戒当中为什么要不让人化妆，不让人做装饰呢？就是要断除香慢。涂香水或者是化妆、佩戴首饰这些事情要断除呢，原因是什么呢？听起来有点不合理，好像是一种硬性规定呢。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当我们非常重视外表，重视要涂妆、涂抹自己，的要化妆、要装点自己，然后要佩戴首饰的时候，实际上你就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有必要性，然后，如果要跟别人分享这些东西的话，你又会有吝啬心，你会想把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精力，还有很多的钱财投资在这上面。为了要能够投资在装点自身的外表上面，你可能会造很多的业，你会花费很多的金钱。为了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你可能还有很多的时间要用在这个上面。因此，你的身体跟语言变成了无法有闲暇去行持善法，所以它会有很多的后患出来的。而且你不仅要花费很多的钱财在装点自身的门面，你还要花很多的时间，这些事情都会造作更多的烦恼的。他在心里面会一直产生一种我该如何才能够巩固自己外向的这种想法，他会非常坚定不移的一直停留在自己心里面，所以会让自己的善法的功德、善法的力量都耗损掉了。所以佛陀才会告诉我们，在内道佛教的精神里面，知足常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觉得很多东西，这个也是必要，那个也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多了，那你的事物就多，事物多了，你觉得这些必要都存在，必要性都存在，你必须要去满足它的时候，你的烦恼心就会升起来了。所以与此相反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省略，那个也可以省略，这个事情也可以不用烦恼，那个也不用烦恼的话，你的心就容易知足，就容易能够宽松。所以它是有长远的必要性的。之所以不让你去装点自己的门面，不让你自己，不让你去做化妆跟就涂香水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要硬性的禁止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而是就近从长远来说看到了它的弊病以后，所以才告诉你说暂时你就断除这些东西吧。卡尔当那时候帮别吃了当街的瑞当先德瓦当那地方的去的这样居民街的罗关就罗说对呢卡尔当那拉索关啊对啦，这里老人家这里吃那个汤面，吃饭汤面，我这拉说话去，东北的吃饭不有嘞，这里这里这里吃硬多嘞，这里干人这拉说话这里吃硬多多嘞，这里这啥汤的，因为就是东北嘛，这里宁波没往这不吃的有嘞，这里送不有嘞是。再来第八个暂时的功德利益是，如果断除唱歌跳舞这些事情的话，则将来能够感得生生世世身心调柔，语言善妙，不断传出正法妙音的功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歌舞它常常宣扬的都是一些烦恼，不要么是贪心，要么是嗔心，或者是很多无关紧要的语言，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些事情会导致我们的内心涣散，它又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就应该要断除它的。
你把他他做个平，上周是为了那个吃了汤水那种，但他做上节光把干的平打上个样子，平节有人说。再来第二个部分要讲到的是八戒个别的究竟功德，如同前面所说的，如果具足菩提心的话，所造的善根它会有暂时功德跟究竟功德，所以我们现在来谈的是以大圣心受斋戒得到的究竟长远功德。所以就把大家帮我多接到有各种满地里帮我这份三角节他能考虑起满地唱住那么唱住帮我这份忘不用的唱心日节帮我说长远的功德方面，首先第一个戒杀的功德是获得金刚身，再来是戒除不逾取，戒除偷盗的功德是将来成就佛陀的相好庄严当中的手中法轮相还有足底的法轮相的这个功德，再来是戒除非犯行的功德是自己的感官身体都会非常的健全，诸根健全，然后身体是强壮结实的，以上是长远的功德。人生帮这个家己这块开白家当唱不养你唱不养的你不送之把人生他就亲上我他就是人多么吃重要的人家再接下来是断除妄语的果报，能够得广长舌相，就是佛陀三十二相当中的广长舌相这个舌头能够盖住脸部，还有具足梵音的语言，就是具足妙梵音的语言功德，这些都是来自于断除妄语所致。唱完了这个大一出没一个各种妄不用的时候，这对嘛一不卡这帮的这个前面就叫唱心他唱完这接下来是断除饮酒的果报，他能够获得观不厌足的佛身，观不厌足就是百看不厌的佛身，并且呢这个佛身是诸根清明的佛身。另外是过午不食的果报，是能够拥有佛陀的相好庄严当中的四十颗皓齿的皓齿严整的功德。这咱们平常说把我们这个过了初春节之内不送作为要是吃饭赶到啰嗦把我们这个过了春节之后汤姐姐汤姐姐就把这把送上。接下来是断除土香还有花蔓的果报，是能够身体全身散发着戒律的清香，这是戒香的功德。再来是断除歌舞的功德，是能够圆满的以佛陀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来延世佛身，就将来成就佛果的时候延世佛身的功德。这点先做吧，这个确切的因素呢，龙脑是就把你的。再来呢是断除坐高广大床的果报，是将来能够享用正法，就安坐在正法的坐垫上的意思。那那不是就新人给学多了说话的意思？这个阿修罗的棍子就新人界，没就有啥人？这个阿修罗多不能有人说。以上的八种功德，就是暂时功德跟究竟功德，是出自《长爪梵志所问经》这部经典。这个长爪梵志是一位婆罗门。老人家往这提出来说，他是把刀把剑把拉上，但你还讲把剑把人的，要么他打的你，怕他打的你，可说你这呢，这我们这咱们这忙活些个要的，他真苦他接要的，那把剑把的刀把剑把是，你家藏儿林子容不容易？这
你要凭借的借不借借，你要忙不就这个人子容不容易是吧？这你要被人什么无无解也，哎，什么都是也。这可惜的就哦，都把这娘子的长毛有过来洗，这老娘子要啥意？娘子的这老，这他就打倒三十人，然后就给起不来。接下来是要针对讲第三个主题，针对斋戒的一些疑惑进行澄清，就破除疑虑的这个部分。破除疑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对于斋戒有很多的看法，认为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诸家说法不一，在这边就做了一个澄清，确定下来，所以这个澄清是非常重要的。它分为四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受戒期间不满 一天可否受戒？第二个呢是，一日之后是否能够再受戒的问题。然后再来呢是，如果你要连续的受戒的话，那多次受戒，连续受戒多日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在一次在第一天的时候同时受戒这个问题？再来呢就是，如果破了戒律，破了一个戒律的话，那其他的戒还需不需要继续守的这个问题？这是第四个。比方说有些人会认为说，我八戒不能够全守，能不能够只受一戒？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 有的主张是可以，有的主张不可以，那这边就做说明。如然者来说，这都是呢，新报章，新报章的，你是没把烧酒没，烧酒不怎么，新报章是我写报章的讲，新报章你们你们老报大家。也不有把松说松，你那的干了进来，我就是十八九岁，这银行说的很，说话就说克拉要嘛，这到了这里，你啥时候能去说呢？他讲多半是就浪，他讲十五的，他讲多半是就没人，我就他们马上讲你说他也要嘛说。他不说嘛，接着那过程里，他没给写到的，这都改写过的。俺们前面听说都没有，听说，但是听说就这个门通过来的。我当前面那么说，就是老板人说，对这些什么说嘛，就是老板人直接给平民老人做上门说过的，因为是新华说，对这位他的，现在这里，他们给我讲讲多多那啥。出处就在那说了，东华中国松竹也松，人家有也松，我当在松竹嘞。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受戒的时间不足一日，这样还能不能够受戒？是否需要受戒的这个问题？那他的答案是，即使不满一日，也能够获得善根，所以应该可以受戒的。在经典当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即使是日夜当中都不断行持不善业者，像是屠夫这样子的人，他们都长时间的行持不善业，他如果他受戒的话，是否能够有功德利益，还是他就不用受戒了呢？答案是应该要受戒的。这个公案是这个样子的，像屠夫他们每天都需要以杀生为业，否则 他没办法维持自己的生计。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屠夫他就问舍利子，舍利子就跟一个屠夫讲说，你应该要受斋戒的，否则的话你会空耗此生，你这一生都在做不善业，如果你不受斋戒的话，将来没办法获得人生除了三恶趣之外，你是别无出路了，你就没有解脱的时候。那当时屠夫就问他说，那可是我白天必须要屠宰啊，这样的话我如何受戒呢？受戒不是要白天吗？他就说，那不然你就晚上受戒吧。所以他在夜间受戒也得到了夜间持戒的功德，而且并不，所以夜间受戒也不会不合理，并且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有多少时间是能够持守这个戒律，就相应的 得到几分的利益。因此就算是常常在行持严重恶业的人，哪怕他只能够受戒一个小时，也应该要受一个小时的戒律，如此一来他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好处。这个主题主要谈的是这个问题。去你家西藏的你们让他送了嘎子啊米给我把七万送回来的，
让你家是不如送款是送去，嗯，这些这些的门店呢，你要西藏的，他那就住西藏，他那就住西藏，嗯，个林完了，这都啷个吃呀？你顶上就装不去吧嘞？再来就是说，依据前面所讲的，夜间受戒不仅不会不合理，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上等者你应该完整的受一整天，从早到晚的斋戒。可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哪怕一天只有半小时受戒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这个有一位尊者叫菩提贤，他也曾经这样的说过。嗯，你莫这样的样，你莫这样的样，大伙儿，人呢，对你的那种的，其实你嘛，嘛那就把这些，粗油不油的鸡块烧我这太多人吃中了，这鸡块看现在都老吃不到这个，吃用的太多嘛，已经没劲，你像吃这个那可拉么的，这个哦，大用的太多嘛，也有这么回事。那个就是吃住睡觉，你要睡觉，也是那人穷有一个，这可能是还叫贫穷进步，什么点都有了吧？那是。没想到多少人都不有了。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长老菩提贤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一般的戒本里面都是讲从即时起一直到明天太阳未升起之前我受此斋戒，那如果你要改把它改成说从即日起，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今天太阳未落日落之前我受此斋戒也是可以的。如果你不这样子改的话，那就变成在日落之前你都是受戒的期间，就是半天的受戒。夜间的受戒也是一样，就变成从现在起然后到何时之间受戒，这就成了夜间受戒了。所以有些人可能跟别人说啊，你不用受戒了，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受戒呢受八关斋戒就是要一整天，早上起来受戒一直到第二天的，现在都已经过了时间了，你不需要受戒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使是受半天的戒律，只要有多少时间，哪怕是半个小时的戒律也是可以受戒的，而且一定是有功德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嗯，听明咋的你呢，你把那些他听明咋的呢，你那就多把呢，你家这个他经营呗，你家凭借的让人不接心，你家马上那么接了，我的这天上那些什么了呗，做那个把子那叫接完接了接的也是，这刚说的叫插进这个根据那些的什么的也是，刚的你那的多把你家人马到没接完多把呢，你就得把看这个路的呗。谁就老的去把杀我去，一到来讲，当不说用就把杀起上去，这一通，嗯，再把那上桥宁波人去就把这些是送去的，这么结果去把这自己才叫七八个人的，身不起床，身体咋个，身体咋个起床了去，他把这人拿了送回来，对岸的，他坐在老地人的床上。别拉上吃的，让他到家来包粽子。他即便再养少了，他把什么玩具吃了？他把这种粗粗让他身体长了大个了没？那个猪他把结果就谁也养不了。他把结果搞的，身体他是苹果，别人家看到苹果嘛，苹果什么时候？谁家吃不的？他把结果扔去。他看见俺这不让这不能上不上？得让你他把穷吃的，给你他原来的人。这个这么简单了，那边上帝可能把这个都把结果嘞，都把卡嘞呢，这什么都不叫你做把干的，我确实到上这个省的，上个年就把这俺们都把领出去，我说了，俺们老会嘛，懂得嘞。第二个问题是，过了一日以后。那个戒律还算不算数，就前天算前一日的戒是否需要重受的这个问题。小圣的净住律仪，就小圣的斋戒称为净住律仪，那他们是认为
一日受持斋戒，过了第二天以后，那个戒体，前面的那天戒体就已经不算了，就算你持戒也不得戒，因为戒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呢，小僧认为要持戒的话，整天必须要从早到晚，一直到第二天完整持一天，这才叫做得到戒体。但是，大圣的长经律仪是怎么样讲的呢？长经律仪讲的就是从今日起，一直到证得菩提果之间，这个戒律呢，都可以算是得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是格鲁派的贾曹杰尊者，他曾经在一部杂集论释里面就这样讲了，他说认为斋戒只有一日的期限的这种观念，过了一日以后就不得戒体的这个说法，只是按照着声闻宗他们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贾曹杰也是说，声闻宗才会认为一日的斋戒是一定要严格遵守，只有一日，第二天要重受，这个观念是只有小圣才是这样讲的。因为大圣跟小圣的差别主要是心量的差别，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大圣讲的是从今日起受戒，一直到证得菩提果之间都持戒的，也就是说过了一日以后他仍然能够算数的。所以这完全是以心量作为评断的，大圣跟小圣的分别是从心量的广狭来论的。就像是佛陀在显宗经典里面也讲了，大圣心量广如海水，然后小圣的心量呢，就像不具菩提心的心量呢，就像是黄牛它踩在泥巴上所留下来的那个蹄印里面的蹄积的水一样，那里面的积水一样。所以到底是不是大圣人，这完全不是看人本身，而是看他的心是如何。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饶益众生的，是饶益其他人的，去饶益国家的，这种广大的心量，那可以算是大圣人。如果你心里面想的都是自我，都是我执的话，即使你宣称是大圣人，实际上也不是大圣的行者的。所以从大圣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也是可以超过一日以后戒体仍然是算的。就像是喜金刚的教法里面也讲到说，一开始应该要受斋戒，这就表示过了一日以后也是可以接受，也是具足戒体的。特别是像我们总是强调得到皈依戒的时候呢，也应该要不断的保持世俗菩提心，在保持世俗菩提心的情况之下，受了皈依戒以后，这个皈依戒的期限就成了大圣皈依戒，是直到证得菩提藏之前都不会空耗的，它的意思是相通的。从他十八岁的那时候，人家给他做几家的兄弟，让别人给做过些家伙呢。做几家兄弟，这兄弟就朋友呢，还有啥子没家伙的？那他给一毛钱呢，家伙呢就给兄弟，搞啥干单位的，单位的那些没的，累的去吸收呢，那记得这里上街了。上街了，上街去了，再把车来交过来，是那么高的。这里面上车了呢，是那么高的。人多就低点的，出车的嘛，他们嘛，他们就还要便宜的。因为大伙妈妈我娘在这里，说给的多出来的，你们说说说那么便宜，你这么大个就多那么多。人家咋当着我这个就上啥上啥，就这样弄，伢子也他俺这也我们都，再说妈妈心里要心要的。他们这样老多的，他扎针扎过去，这吃多不了，就不了。你说呢？用的多不的，没说说给的，那吃不了。然后就拿这块来补的，还有谁能给我啥不要的？除了女性的嘛，他不要的。别人不看了呢，我压着的，我这女性的嘛，我别的男的谁要的？待会要念诵咒语，是按照学会的请求，能够念诵这个咒语，然后反复的播放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念诵陀罗尼咒不断循环播放，可以饶益很多的众生。因为陀罗尼咒本身是佛的事业的展现，即使是三恶道众生听到的话，也能够增广三恶道众生的福德，饶益到他们。所以待会会念诵这个陀罗尼咒。那虽然我本身我待会会唱诵三次，那在唱诵的时候我本身声调可能忽高忽低，
他唱的不是那么好听，当然有很多在座的人比较精通音韵的人，那就多多包涵。不过无论如何，如果能够常常的传送这样子的陀罗尼咒语的话，这个福德是循环，就是反复循环不断的增长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你在银行里面存款以后，就那利息它会自然的滋生一样，不断循环的播送陀罗尼咒的话，所得到的福德也是不断增上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萨达拉维罗萨那，摩诃萨达雅达达嘎达雅，阿耶萨雅萨弥耶呗，南无萨瓦达达嘎达耶呗。Samya Sambhudhebe Namo Arya Avalokete Shoraya Bodhisattva Mahasattva Mahakaradevaya Teya Thakundaradara Desibhidhavadara Etteve Yeah.